海玲小姐，孙海玲，今年你怎么回了？再来这小青，有恩君，有恩君，那是你在几回了？多谢咱亲爱观众朋友，今天直播观赏咱春美歌剧团，那是有人准备头尾来请大戏吼，当哥哥来旁听介绍。多谢多谢你的捧声，多谢你的掌声，谢谢。
岁年纪，竟然去拜好功夫。伊细汉的时阵，就认真伫底看字。